2011年啊，还有一件事情我特别印象非常深，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，一群学生在一个通道里面齐唱《单身情歌》。哦，那是我跟东北师范大学附中的一个10年之约，每年的11月11号的11点11分，每个穿堂中边的每一个班级的学生都会出来，然后大家齐唱《单身情歌》。然后我是在第8年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活动，于是就跟他们约10年，你们若能唱到第10年，我就去现场。然后也感谢校长跟所有老师们的开明，不过他们特别嘱咐我一句话，就是在现场跟大家勉励，告别单身这件事呢，不是现在在高中生的事情。唱的这首歌呢，是要期许自己考上非常好的高校之后呢，在高校里告别单身。单身的人得看透，想爱就别怕伤痛。看一下他们的穿堂来啦，很壮观啊！哇，去年的时候，去年亲自去啊，我自己很嗨的，你知道吗？在学校唱歌的感觉真的很棒。对。哇。那我们现在就。